上次好高興可以喺呢度會同個工程法咧同大家講下，即係日工程當然而家個好熱門嘅題目啦，咁就係咁頭先有個機會咧，同大家分享咁樣。咁我自己咧係好簡單講講話嘅，最近即係咁講住資料係咪開始認同緊人工智能？咁誒用三個角度嚟講咧，就係話。即係未開始，咁所以大家用上海家啦，咁或者用開始下嚟嘅。但係都想講翻下，即係我自己咧，我想講自己會介紹翻先，就係我自己仲係一個我自己仲係一個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好前瞻嘅深切治療科嘅醫生先啦。咁首先深切治療科，大家同時都可能好陌生嘅深切治療科係乜嘢？第一就唔係做急症室嘅，我咧同我先講做急症室嘅傷風咧，就係傷風人問我點搞，咁當然就係揾錯人啦。咁就我同我啲深切嘅朋友都係，我話深切治療科係一個好難嘅專科嚟，同埋最好千祈咧就係你唔好有事。我想話，即係當然大部分就同佢講話，你真係咁好彩有事揾，即係要揾啲深切要揾，因為有一個。好難做到專科嚟嘅，咁我哋全香港其實醫院管理局到而家嚟講咧，都係得200幾張病床係深切治療病床，咁都唔係話好多有或者家屬啊，即係當佢自己接觸啦，即係有家屬其實都唔係咁多。咁但我自己係喺仲係好做前線工作嘅，即係我做咗兩萬之前仲係幫緊嘢啊、修正啊，仲係做緊嘢。咁就係咁，但係就係個 IT 嘅。咁就身邊就好，即係講今日就係裝開嗰個比較前線嘅醫生嘅角度嚟講下啲咁人工智能啊，咁對前線嘅臨床醫學有咩影響咧？就咁係一個好非常咁，我譬如你前一排醫院佢哋嗰個會議會嗰度咧，佢講緊人工智能，佢有一個好簡單嘅分享，就講佢哋人工智能。你醫管局而家係做到咩地步啦？咁樣阿高醫生幾多個？醫生幾多個？老闆幾多個？咁就老闆就咁。咁就其實佢而家個發展咧，都係一定係個方向。因為啱就算嗰個喺電會嗰邊嘅報告睇，即係佢而家做緊咧係喺好即係好基礎嘅人工智能嘅嘅工具，即係譬如話係擺鼻梁口嘅位置，個鼻梁口其實。鼻梁喉就好插錯鼻梁，大家知一定係醫療事故㗎啦。咁所以大家好緊張鼻梁喉擺到位啱唔啱咁樣。但係鼻梁喉咧，佢就而家可以有啲咧就係相對人工智能嘅軟件咧，佢就可以睇到嘅要擺鼻梁喉啦，跟住又擺嗰個支張梳啦，啱唔啱？咁其實鼻梁喉嗱，如果睇翻呢度右手邊張就係一張正確嘅鼻梁喉嘅，佢邊個鼻啦？食道啦，心臟嗰邊就過咗橫隔膜咁，胃咧就呢度，跟住佢擺，跟住呢個正確位置啦。但係呢個擺唔啱位置，就好似個佢啲血管啊，或者佢啲病方向啲調理咗咁樣。咁咧呢個問題咧，好似好深喎。但係其實當大家知道就算我相信普通嘅醫生護士，其實咧就係將我兩秒鐘嘅護士，即係我講嘅咧係好基礎嘅判斷。即係唔覺得好深奧嘅分析咁樣，咁其實係嘅，咁實在一個咁基礎嘅嘢，又做個好複雜嘅 soft 嘅軟件咁樣，咁其實幫助好細，即係佢最多慳到兩分鐘時間，咁甚至我都要，我唔係話睇完報告之後就算曬，我都要 check， 我 check 又兩分鐘，咁所以如果佢即係咁你話髋關節啦，髋關節嗰邊啊，髋關節就係髋關節個斷，當然髋關節斷裂咧，如果斷。佢係可以做到係靠X 光診斷啦，咁但係有陣時有啲比較即係唔係咁明顯嘅骨折咧，係未必睇到，咁但係原來係可以睇到咁樣，呢個係可以睇到嘅，咁就係個準確性係提高嘅，即係眼睇少少咁樣嘅，咁咧即係會人會係留咗個案啦，跟住用高醫生攞自己頭做咁樣咯，咁所以呢啲係，但係我哋講啲好基礎，都係唔話太複雜嘅嘢。
因為今朝可能都有個姐講過呢、這個，即係其實到人工智能到最尾咧，其實個關鍵都係所謂個 model building， 即係一個係一個建立到嗰、那個產品模式，俾好多數據佢話俾佢知個答案啱唔啱？呢條定位後位啱唔啱？呢條有冇骨折？咁就有啲醫生睇到曬啲片，咁一路砌造建立咗個一個判斷嘅模型俾佢。咁前日搞個資料庫，你不停咁俾資料庫佢，咁就教佢啊點分呢條口啱個位置唔啱個位置。咁喺其他嘅臨床嘅治療方面，其實都係關鍵就係一個好嘅模型建造。但係如果你有個模型啊，再擺落去真正嘅病人嗰個使用，咁就再不停再覆核，再加上準唔準確咁樣。咁所以關鍵都係呢一個嚟先。咁啊，講而家做嘅嘢就係你幾叻，咁就嗰個人工智能就去到幾叻，就去到嗰度評判。即係人工智能暫時可能唔會叻過即係人嗰方面嘅判斷嘅。咁呢個係個參考嘅資料啦，即係話佢哋而家隨住個 performance， 即係個人工智能嘅能力越嚟越高嘅話咧，咁佢嗰個可以人嗰邊。即係用嘅分析咧，其實係會相對咧係越嚟越難 check 翻佢啱唔啱。咁就係，譬如我而家臨床頭做到咩階段，我哋做到好簡單嘅關係，即係 linear regression 咧兩個媒體嘅數字嘅分析有冇關係？跟住咧就好多而家嘅指引都係佢係唔同嘅高血壓，咁你會根據唔同年紀咁樣就 A 選擇 B 選擇咁樣，所謂 decision。即係教我哋點樣做，咁呢個而家當時嘅問題用紙係做緊，但再深層少少，即係譬如話係佢淨係人工智能可以靠睇一堆數字，咁啊即係學到嘢，跟住就做翻佢先個分析，即係譬如佢哋會唔會睇到譬如以前哮喘嘅分係後生哮喘、年紀大嘅哮喘咁兩類咯咁樣，但係如果佢發覺唔係，如果佢唔睇翻再複雜啲，再睇翻佢而家年紀嘅指標啊。治療嘅效果咧，呢個分開唔同個病個分類嘅準確性咧，係而家開始準確度係多咗。咁個針對性咧，其實會係再好少少，即係每個病人咧就係精準啲咧。其實隨智能嘅分類咧，隨住時間嚟講，我哋其實大概行到呢步度。咁再複雜啲嗰啲，我諗就難少咯，就未到。但係到最尾都就係即係變咗自己本身嘅生產線啊，嗰種人類思考啊咁樣。咁就咁我暫時呢度咧就話數據分析係大概即係做到呢度呢兩個階段之間，即係呢都係要靠佢人同電腦配合，咁就喺數據高咗去做分析，電腦再後面 X 消耗。咁就但係隨住咁咧就係呢個使我諗翻我即係中學年代又即係讀其實當係三代學嘅年代，但係大家啲嘢咧會嘥套嘥咁樣，係啦。咁嗰時我哋嗰開始咧就係再早年代嗰時啲查表啊嘛，咁後來就係中學用計數機，我啲年代差唔多可以用計數機。我嗰時嘅數學老師好好嘅，你唔好算曬個計數機，計數機可以做，即係佢哋幾時教我都係即係話你以前對完個表之後要 check check 冇錯，唔好算曬個計數機。咁就咁所以變咗個咁，但係如果因為佢錯咗你。佢有即係有保護面，可能佢有白護會錯嘅。咁我諗，如果佢喺中學嗰陣時已經有咁嘅睇法，其實都而家都係。即係如果假設有一個隨住我哋嘅人工智能嘅分析係越嚟越個能力越強嘅話，你用你嘅智用人腦去 check 佢啱唔啱，其實越嚟越難。咁換句話講，用頭先嗰三個嗰個問題，如果係嗰啲錯咧，已經會錯。即係但係所有軟件會有白護。換句話講，你將我 check 到個。決定嗰度係有北係有錯嘅機會咧，其實係會難，即係會難好多。咁但係既然我哋而家行到呢一步啦，咁樣咁就長遠嚟講一定會向呢個方向發展嘅。但係我而家行到呢一步，會即係見唔到佢個好處咧，即係有啲唔同嘅數據，所謂大數據方面嘅分析啦。咁對你臨床醫學有幫助咧嚇，即係而家就靠人嚟分析做思考咯。咁啊，呢個肯定係有幫助。即係過去講，譬如講二三十年，好多醫學上進步，其實都係喺個數據嘅分析係有一定進步。即係我哋處理啲數據量而家係同我譬如我做實測嗰陣時比較係多好多。咁有好多疾病嘅分類啊，對佢嘅預後啊，邊啲病會救翻救唔翻咧，係好即係準確度係高好多。但係呢個先係要諗㗎嘛，要諗。
咁就咁佢精准醫學咧係而家係喺數據度嘅幫助下咧係緊求到，咁最明顯就係指引啊，即係佢自身產生嘅影響，即係而家佢哋嗰個大數據，即係大數據加住佢臨床治療嘅影響嘅咁樣，因為我哋相對準確嘅資料咧，今時今日係容易揾到，即係人手啊，咁就譬如我哋感染啦、sepsis 啦嚇。慢阻肺病，其實差唔多每一個重要嘅病咧，其實都有個指引嘅。就算冇上手機啦，手機 check 個圖咧，其實都好容易揾到佢。啲資料大部分都係相對準確，但係個準確嘅前提係要人手 check 佢。咁佢咁大數據發展到咩年代咧？就咩佢係一方面好容易揾到佢，即係如果數據好準確嘅，頭先講嗰個就係個體外口啦。咁但係如果再參考全世界數據庫嘅話咧，其實容易揾到嗰個資料咧，其實係套用到流感嗰度，即係我哋抄咗外國嘅單咧，但係我哋講再經過你嘅消化，再經過其他嘅判斷咁咧，其實係用到你臨床治療嗰度，咁所以準好多。咁呢個叫咧，我就叫佢作為經驗嗰方面嘅壓縮。即係譬如而家我同我啱啱畢業冇耐嘅年輕醫生，如果大家睇一個奇難雜症咧，我係唔叻過佢。壓縮到係佢，因為大家都係一齊參與嘅，甚至佢上網炒得快過佢叻過佢。咁所以佢哋同埋如果你譬如標準嘅病徵咧，係用譬如同一個標準嘅感染，用咩點處理，大家都想大家睇翻同樣好類似嘅數字咧。即係你唔係話以前我睇到呢個病，我就識醫，你唔識醫，而家就唔係咁啦。大家睇同一樣嘢，我識醫，你識醫，你睇得快過，你會叻過。咁所以佢呢個而家個數據影響都係浮現。咗喺我哋自己嘅臨床嘅工作嗰方面，咁譬如嗰、那個同事咁，佢自己啱啱要做一個要交功課，要做一個研究科研研究嘅嗰個資料分析咁樣，佢自己完全係唔識統計。咁但大家知道都識啦，由煮飯到任何複雜嘅嘢，互聯網都學到喎。咁佢就即刻即係上咗個完全係互聯網睇 YouTube 嘅，上咗做十日，做咗十日，跟住翻嚟佢睇到條數點解？點解見到我都唔識？我以前差唔多學類似嘅用咗三個月，咁由佢共十幾時間做咗三個月做嘅嘢，咁所以佢見到嗰個影響係好，即係已經係浮現咗，係影響到我哋日常嘅臨床。咁但係呢個前提就係你要用自己個腦，同埋再佢，同埋大數據第二個影響就係如果再分析多啲數據，即係再睇多唔同外國嘅大規模嘅研究啊，譬如講個案多嘅話咧，其實我瞭解到所謂雙盲對照研究有一個反應，嗱咁呢個好簡單，講下咩叫雙盲對照研究。雖然有我嘅老師又有手喺度，但係都講翻少少，因為我知好多係唔知有啲學背景嘅。嗱，雙盲對照研究咧係所謂臨床研究嘅標準嘅，即係雙盲對照，即係話係兩隻藥啦嚇 ，A 藥對 B 藥咁樣，或者係 A 藥對 B 藥係安慰劑，或者 A 藥對冇藥。咁大家咧就醫生病都唔知佢食緊個藥係咩藥，咁就咁佢咁最屘我哋可以真係測試到嗰隻藥係真係對病人嘅療效有幾大咧咁樣，咁呢個最高嘅標準嚟。咁即係點解要用咁複雜嘅方法嚟做咧？一方面解釋落安慰劑有用啊嘛，即係我俾只藥就算得維他命丸，你都會有止痛作用嘅。即係如果你好少量安慰劑得嘅呢只變嘅咁樣，咁就咁但係解決咗安慰劑作用咧，就雙盲對照咁樣。咁但係雙盲對照如果個研究就係隨住而家嘅佢係我哋醫療研究嘅所謂分標準咁樣，咁佢咁佢係，但個問題隨住即係以前又好容易會做到雙盲對照研究，即係譬如話最多你譬如話係肺炎咁樣，抗生素 A、抗生素 B 咁樣比較，咁例如知道抗生素 B 係好過抗生素 A 係咪有進步咁樣？但係而家今次今日嚟講咧，係做類似咁咧，喺啲複雜嘅臨床環境咧，開始變得困難。咁所以咧，雖然成日講話醫療進步好大咧，好多範疇醫療進步好大咧，其實係有局限性嘅，有啲地方個進步係冇咁大，因為就佢可以再做啲複雜嘅情況之下咧，相關嘅啲研究咧係做唔到。咁所以好多醫學嘅知識咧，去到地方都面對一個樽頸到嗰個局限。咁依家會同大家再講多少少，咁就但係咁解決方法點咧？就係用一啲好多嘅數字嚟，即係你唔係講緊幾百個病，我就係講幾萬或者幾十萬嘅病嗰陣時，咁
咁但係你係需要好多數據嗰方面嘅處理。嗱，咁譬如話佢嗱，咁譬如話佢講翻咁機器同人類比較啦，啊，咁機器同人類作同比較，你要分析得好快都係點機器同人類比較啦，咁樣咁嗱，機器就同人作比較咧，當然仲有一個新嘅題目咁，佢好多人方咧係已經係用類似嘅方法將唔同嘅數據抌落去比較電腦，佢用電腦嘅睇嘢嘅方法同人嘅睇法係肉眼睇法唔同。譬如見到個塊有粒陰影，你見到粒陰影咯，但係數字見電腦仲見到一堆數字，咁呢堆數字係本身未必有意義，但如果佢用另一個方法睇咧，係會有意義咯。譬如話見到個塊有影，所謂肺結節咁樣，咁就佢外國其實都有唔同嘅電腦咧，用佢自己嘅方法嚟做佢個分析啦。咁就係個所謂 sensitivity， 即係捉到呢啲結節咧，有幾多，因為佢啲肺有嘢，你知一定有事咁樣。咁佢捉得同埋用得準唔準咧？咁你發覺算而家係呢份大概舊年嘅一個回顧性嘅分析咁樣。咁佢就算用舊年嘅研究嘅分析咧，其實佢都係捉到90%嘅喎，90%我哋唔妥咯。咁好明顯就係嘅，就係唔妥啦。我 BCO 幾%我唔告你，用鬼嘅聲去講啦 ，BCO 幾%嘅嘛。咁所以而家暫時未到嗰個，即係就算係用電腦同人去比較咧，佢雖然好似好估嘅90%好似幾好嘅喎，但係咁但係我想電腦會錯人，人腦都會錯啦咁樣。咁但係90%好明顯係。即係一個常見嘅臨床問題咧，係即係相對同埋容易解決嘅，因為大家知道電腦掃描啊、磁力共振啊，咁經常係咪處理數字？因為你通常都唔使，之後好多時係差唔多可以講個純數碼嘅行業嚟嘅。咁但係佢準確性都係90%，其實唔係太重要。所以我想睇下99.幾%嘅先到期。咁就嗱，美國點解先明白到呢個問題？即係佢如果而家係好似一啲好容易。靠數據處理到嘅專科啦，咁樣其中最明顯就係放射科咁樣。咁佢都睇緊，就話佢已經喺幾年前傾緊個，咁佢明白到將來一定有一個一定有前途噶啦。咁佢想再討論下有個 roadmap， 咁就有個路線圖，咁睇大家點樣喺人工智能係一個相對容易放射科，大家知道放射科個黃金行業嚟嘅，放射科醫生都好揾錢嘅，老實講。嗱，將來大話，因為機器嘛，係啊，咁就佢哋嗰個冇放射科，問多次先，朋友話咁佢明白到咧，就話佢哋，但係佢睇法就係，佢哋頭先亦都同我頭先講個病例個睇法一樣，即係佢哋話最初嘅時，始終你話佢哋有個做影嘅方法啦，咁始終要有一個係訓練到嘅方法咧，係靠佢哋咧係標籤化翻佢邊啲得邊啲得咁樣，跟住慢慢由機器學習到最尾又，咁佢都知道啲路線同埋一定會。預計中係一定會發生嘅，咁就而家係做到依正話我呢個階段咗。咁呢個階段頭先計啊，美國嗰方面咧係嗱佢又係由最初做嗰時咧，基本上準確度係好低嘅，即係20%錯。而假設人嘅錯率大概5%或者留下嘅話咧，其實對上幾年咧，即係機器錯嘅機會，即係呢個實驗個環境，機器其實望上準一個人，即係佢90%準人都手都有幾%錯，即係佢嗰個咁佢。但係你所見，如果發表個文件喺放射性嗰方面研究，基本上已經係呢段影片係差唔多嘅結果，即係開始擺出嚟。咁但係就咁但係咁點解未去到？即係翻返今朝嘅情況，點解未去到？即係初步上贏咗第一回合啦，點解仲可以大規模去應用到臨床？因為就咁我相信好多原因。咁就即係醫學咧係一個好硬件嗰方面贏咗，就算話初步贏咗，都擺落臨床醫學咧，然後再諗翻清楚咧，係完全一回事，完全一回事。臨床醫學咧其實個研究係好困難嘅。頭先講過話係最好嘅標準就係雙盲對照研究啦 ，A 藥對 B 藥，但係最好發覺其實唔係咁簡單。即係譬如話係A 藥嗰啲病人後生啲喎。咁所以咁解決方法，大家做個研究，分組方法，再跟年齡分組咁樣。咁一年分組呢個研究會有成就到。咁譬如話A 類對 B 類嗰啲係可能有啲係本身係有基礎疾病多啲嘅，譬如本身係出咗年紀大，仲可能有多樣心臟病咁。咁你又要再分組，
咁所以佢好多時間唔同研究今時今日，即係生物嘅多樣性咧，同埋佢個不確定性咧，係使到臨床醫學研究咧係比譬如電腦啊科技研究咧係難咗好多。同埋最大問題就係佢生物嘅多樣性、生物嘅可變性同埋生物嘅叫奇妙性咪好，即係佢個不預計能力咧係冇辦法用數據嚟估計得到。咁就咁所以點解就係我 A 入對 B 入嘅探索有啲相慢，有少研究低，但係屌嘅時間呢段唔係好長咯。咁所以我估計話係要將電腦科技嗰樣發展得好快，但係佢個步伐一定係遠遠快過臨床醫學嘅知識各方面嘅增長，同埋就算有數字又點咧嚇？咁就嗱就算你有研究啦，出咗數字啦。咁但係咧，醫學嗰方面就數字唔會講大話，講大話係人先講大話嘅啫。咁就數字本身好緊要，但係點樣理解嗰啲數據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爭議嘅。咁呢個亦都使到係有一啲個保護學科咧係個研究咧係進展係相對慢，因為就算有數字，啲數字攤曬出嚟呢度，咁但係點演繹咧？始終好靠人嗰方面。嗱，咁譬如我嚟知係大家知道新藥物嘅開發嚇，一期、二期。三期臨床測試大家都經過啦，一期有啲藥物嘅發現，做少少基礎研究，到最研究嘅所謂一期、二期、三期嘅臨床嘅測試，咁就咁藥嘅咧做曬咁多測試先可以做到嘅購買所謂嘅批准啊、三期咁樣。咁就但係大家知道其實做臨床研究呢個好長時間同埋好痛苦嘅時間，同埋好多藥物咧經常佢真係喺第一、第二期入邊勾咗。到最尾真係可以進入第一、第二、第三期臨床嘅測試，呢樣係好事，同個時間確係好長、好長、好長。咁就所以，譬如我哋有一個新嘅治療嘅方案係有幫助嘅話咧，要證明佢有用咧，係講緊，譬如睇翻呢段時間，可能隨時講緊係十年以上，個十年嘅電腦科技都唔知行到幾遠，但係醫學科技冇辦法一定係拉到佢講。咁其他藥物嗰方面咧就即係藥物係最明顯啦，但係其他嘅治療嘅方案咧，其實都一樣。即係你由一個概念上嘅設計到呢個概念上嘅可行，到佢證明呢對病床係有效咧，嗰個時間係即係冇得慳。嗱，咁譬如話最常見我哋見到嘅藥物治療，就話係腫瘤啦、肺癌啦，好常見嘅。咁呢個就係唔好理呢個咁複雜嘅圖啦。咁就如果佢根本上就係試一隻新嘅標靶治療，佢安咪劑，咁就咁咪發表咗佢啊，發覺佢呢個係存活率啦嚇，咁就存活率咧，仲個標呢只標靶治療咧係明顯高過嗰安咪劑嘅，咁咪治療有效咯咁樣，咁就咁所以就發咗一啲全世界最大影響力嘅醫學期刊啦咁樣，咁就咁佢發覺就呢個研究到54年幾之後咧，咦發覺個病個真係明顯咧好似死少咗啲喎，如果咁但係諗係嗰個咧。咁呢個咪好似我頭先講嗰個三期臨床測試咁樣，呢個時間係好長。咁就譬如呢個咁重要嘅研究咧，就佢五年全部都吞，要最少得五年咯。啊，即係要加埋佢要譬如呢個頭先呢個研究咁樣攞咗25個800幾間醫院25個國家地區，做真係佢登記嘅病人登記咗3年幾，咁就之前都700幾個病人，800幾間醫院先700幾個病人，做一個好大嘅研究。咁所以就話醫學。咁所以我睇法就係，即係醫療科技咧，一定係慢過 AI 嘅發展。咁甚至係慢到困難重重。甚至如果你話啲頭先呢個講係即係藥物嘅方面發展啦，技術點樣啦啊因為自己做 IC 咧，人工心肺啦，但係人工心肺機咧好早型嗰種嘢啊，個心唔掂啊，俾人工心嗰啲幾多陣咯，個肺唔掂，或者個人工肺嗰啲幾多陣咯，個腎唔掂啊，俾人工腎嗰啲幾多陣咯，慢慢佢咪好咯，即係成日都係廿，除咗我。咁所有都好人工儀器，咁你諗下喂，咁好即係好好嘅治療嘅概念嚟喎。咁而家好似啲機器咧，就人工心肺機器咧，經過10幾年發展，即係幾先進，真係10零分鐘可以擺到個人工心外，個病個心臟停曬，咁佢擺到人工心，咁佢可以有機會醒翻。咁咧，咁佢最明顯嘅就係話係所謂急人工心肺嘅所謂急。急性呼吸的綜合症候群，即係 ARDS，
即係冇人鼓勵佢咩？即係個肺花曬嗰啲問題啊，即係唔肺炎流緊啊，或者新冠咁樣個肺花曬咁樣。咁又做咗個研究喎。咁佢呢個用人工心肺即係用 Echo 咧，咁佢證明咗咧就係呢個咁樣講幾年咁樣六十之後咧，咁就嘅做 Echo 咧，似乎咧就係呢個人工心肺個全部都係可能高10% 咁樣嘅喎。咁咧就其實呢個統計學上冇分別嘅，睇落就因為大家知道 PM 2.7窄加上，所以講冇分別，好似有分別。咁但係即係個概念上好高嘅研究，又經過七年64個 ICU 夾埋曬200多個人嘅，咁即係話佢係要做一個臨床研究，係可以改變到一個決定，即係無論用人、機器或者研究嚟做咧。咁你中間講緊呢個幾年，我講緊七年幾八年先至到研究，即係我哋醫學知識嘅發展咧，係短期之內係唔會追上科技嘅進展。即係可唔可以跳咗呢一步嚟去到臨床研究？當然都係暫時講係唔可以嘅。咁所以就話，即係做咗好好嘅研究咧，都照個數字本身唔講説話咧，個演繹嗰度。咁你做得好好嘅研究，做好多嘅數據。咁有時都未必答案。咁人工智能呢度可唔可以幫到手咧？咁我想其實都幾困難嘅。咁唔好計翻埋佢嗰個即係臨床醫學科技嘅先天性嘅局限啊咁樣。咁就都會睇翻就嗰個你講其他嘅問題咧，其實如果再行多一步咧，由而家咧，其實個局限性啊同埋其他咧，其實係嗰個想象度咧，其實係好大。多解就係法律啊！唔好計翻啊道德問題呢樣嘢，法律問題呢樣嘢，係到而家即係我自己同埋法律嘅專家啦，帶咗佢法律問題咧，就暫時未解決啦。即係我用某牌子嘅計數機撳錯咗，咁我應該要病人有錢去告我，定告嗰個計數機，我兩個一齊告咧？咁就咁當然嗰律師就話告曬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好爭在，如果我太依賴一個譬如我計數機，我睇啲人計數機嚟攞個答案嘅話，咁就係頭先我中學老師嗰個問題，即係 check 唔到佢錯唔錯。咁就佢同埋最後問題就係佢嗰個你做決定嗰陣時係只係用人做決定。咁但係你面對一個你自己都唔知佢個計算嘅機制啱唔啱嘅話咧，咁呢個風險咁係邊個嘅責任啫？咁就同埋你再退一步啦，咁你問？做好剛才我做好個 model building， 有個好嘅計算 model， 但係用本地嘅數據就唔夠做到個 model building 咧，會好大幫助。啊，譬如你講嗰啲國際性研究啦，咁國際研究係咪一定可以攞嚟香港咁？答案係好多係得，亦都好多唔得。即係譬如啲藥物對唔同種族地嘅人喺個治療效果係差好遠。更加喺香港或者喺中國人地區做到類似研究嘅時候，真係好難。咁所以我諗你到最尾成個一個好有效、好robust、好嘅 model 係建立到，而佢係可以用嚟 check 到佢啱唔啱，甚至到最尾由啲人即係到最尾作決定一嚟到醫生嘅可見，所以我相信，因為始終我相信話佢唔會想大家即係睇醫生嗰陣時咁嘅情況啊，咁就咁佢如果佢到最尾如果要從一個即係我始終會覺得做人如果佢。會唔會除咗頭先講個規管啊、責任嘅問題之外咧，係人工智能同個病人自己嗰個選擇咧，會唔會有衝突咧？咁呢個係其實我諗大家係要再思考嘅問題。即係如果佢有機械人，一個好醒目機械人同個病人傾偈，咁佢會唔會覺得係一個好高質素嘅即係醫療治療，即係醫學治療咧？咁頭先會。講個質變同量變嗰個問題啦，佢點解會成日睇呢個問題咧？如果處理數據，當然機器就一定會好嘅醫生嘅。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即係在座都好多即係醫療質素嘅專家啦。咁樣質素係唔可以用質素唔可以用數字嚟量度嘅，咁又係一個大家思考。即係頭先個公仔咁樣，如果假設同你傾偈一個即係好醒目嘅機械人，咁會唔會有個高質素嘅醫療咧？咁呢個其實要大家要諗下，但係就算唔好睇翻話佢即係咁遠嘅一個咁聰明嘅機械人啦，即係
而家香港都即係醫療就好唔夠人做嘢啊！我睇咗好耐啊，我樣啦，咁高密度幾度真係唔係咁啊？即係好唔夠醫生做嘢啊！咁但係如果假設呢個問題高醫生幫你解決咗，咁多醫生翻嚟做咯，排都唔使排咁耐咁樣。咁我哋可唔可以即係話喺香港，既然大家咁多年為香港服務，我哋可唔可以即係要求翻啲高質素嘅醫療咁樣？咁但係咩叫高質素醫療？當然佢高質素嘅可以量化咯。我都譬如我啲老啲朋友係譬如請牌去做，佢做嗰啲大腸鏡檢查咁樣，佢人有麻醉科醫生咁快就教做，俾人即係屌成個鐘頭咁樣，佢即係佢都教唔知咩事嘅。咁但係佢人甚至佢真係揾過自己個 friend 幫佢做大腸鏡檢查件咯。咁但係佢翻嚟個經驗係好差，差咗就話做個大腸鏡之後話洗腸話洗到即係簡直係屙到反轉咁樣嘅，即係同第二就佢今日佢見到咧，佢因為佢做鏡嗰陣時係瞓唔夠，咁佢最記得嘅咧，其實係等嗰陣時嗰個房活動，即係個流程裏邊咧，你已經唔係話呢個數字量化嚟講話做鏡幾快做曬啊，你有冇瞓發症啊，會唔會穿牆啊咁樣？即係如果你嘅身質素嚟講咧，係好多時有啲唔係量化嘅嘢，係對嗰個醫療過程嘅經驗咧係最緊要。咁唔量化嘅，咁可唔可以靠？即係數據分析而改善得到咧，咁呢個係要真係呢方面做質量同埋 IT 嘅專家嚟分析。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哋再好，其實呢個好係應該易得喎。嗱，咁就再講翻即係臨床少少啦。臨床少少講過啦，個肺白曬嗰啲叫 ARDS 急性呼吸嘅綜合性疾病啦。咁佢頭先講過啦，即係呢個科技好多發明嘅進步係好大嘅。咁但係其實都有啲地方，大家都唔講就係有方面進步係好少嘅，即係由於地方嘅進步係好大嘅，譬如大家知道，譬如話腫瘤方面用標靶治療咁樣，咁佢嗰個存活率係有所提升嘅。咁但係存活率提升係咪就話係高咗質素嘅治療？咁又要諗，即係譬如假設你嗰個腫瘤係比佢多半年命，但係半年裏面多住咗三個月醫院嘅，咁係高質素嘅治療咧？咁但係如果你睇翻研究嘅話，如果個腫瘤長半年，一定係啲突破性嘅治療。咁但係突破性治療就大家想要咧。咁呢個數據上一定話俾你叫你想要嘅。咁就係，咁同埋有幾個疾病咧，我都講完啦，就係啲疾病嘅進步係好大。有啲疾病咧，佢嘅治療咧係到咗個所謂樽頸，而呢個都唔係靠臨床嘅所先講話對症研究咧，係可以俾到呢個進步。咁例如咧，就所謂頭先就急性呼吸促嘅綜合症，即係譬如肺炎個肺花曬咁樣。咁最初個肺花曬咁就死㗎，即係唔死一半。即係我最初做嗰陣時，破80唔可以做嗰時咧，就係全部都係一半嘅。咁經過對腸移植年嘅進步咧，就即係兩個死一個咧，變成四個先死一個，咁救到咗，其實救到咗幾多？咁就係咁，但係就個問題咧，就話經過呢個去到2000年。早期嘅研究咁就到而家個進步都係有好少，個進步係好少。咁就佢咁佢而家近呢幾年發表，其實全部都係差嚟嘅啫，冇可能80%-90%暫時講做唔到，暫時都做唔到。咁啊，同埋點咧？就話佢所謂嗰個傳播率係正如頭先嗰個頭先 cancer 嗰個例子咁樣，咁個病啊真係會多半年命，但嗰半年係咪一個高質素嘅半年？問題好難度嗱，咁其實頭先急性呼吸肺損傷嘅病人咧，咁其實開始方面嘅數據係多咗，就係佢嗰年就算全部多咗咧，佢嘅生活係大咗2000，咁呢個點度咧？咁呢個係咪數字可以分析得到咧？嗱，咁你正如你分析數字，你唔知道點樣做最好，但係譬如呢、這個佢一年之後咧，其實佢呢個係美國嘅數據咁樣，佢其他年之後咧。咁就係真係可以回翻正常活動，可能佢死程度，即係有人再死俾人差唔多 OK 啦，但係差唔多就成40%以上咧，其實佢跟上就算個肺冇事啦，唔使個肺個肺花曬啦，即係我哋點樣救翻佢？但係包括佢攤喺牀都冇用嘅，即係咁呢個係一個咁類似嘅樽頸咧，係已經唔係可以靠我哋嗰個數據去分析得到，咁就佢。肺損傷係啦，譬如另一個重要研究就係美國睇翻所謂濃毒症或者係所謂以前嘅敗血症啊，即係嚴重嘅感染。咁呢個面對同一個問題，即係你
แต่ที่เราจะบอกกันเดี๋ยวช่วงเที่ยงเซ็นหมอแล้วใครเซ็นหมอไปได้ครับก็เซ็นไปเนี่ยก็การพูดกันแต่หมอเซียนที่เขาโดนผ่าในช่วงนั้นก็มาจะเซ็นหมอแล้วไอ้พวกต้านส่วนแกจนตัวไฟเคยมาถึงมาได้ให้อีกอย่างเซ็นหมอแล้วมาที่เซ็นหมอแล้วตอนจบก็เป็นช่วงที่ต้องที่เซ็นหมอแล้วตอนจบที่เซ็นหมอแล้วก็เซ็นหมอให้หาที่แต่งตาที่มีตัวที่เขาจะมุ่งจะเซ็นหมอก็จะทำก็ต่อยกันอยู่ในสภาที่เซ็นหมอสี่ช่องที่สองเรื่องแบบแต่ฟังไม่โอเคใช่ไหมชีวิตเราที่เราจะต้องทำสักคนเดียวกันเรื่องที่จะตาย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ซิ่ง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จะยินดอยหอบยี่หอบแบบนี้ก็จะมาใช้โซจีเนี่ยจะมาใช้ชิ้นหรือตัวเนื้อมาเพื่อที่จะก้าวฟ้าที่เหมือนจะใช้ชีวิตที่ในการเรื่องการหวานโอ้ใน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ก็มีการเสียหายหรือเรื่องอะไรที่เราจะมาชิ้นอยู่ก็ชิ้นหรือผิดเนี่ยให้คุณไปใช้ตัวอะไร由嗰個好以前好，即係成個醫療過程嚟睇，救翻係好，救唔翻就係唔好。到而家會唔會就好似頭先我講緊，同嗰個照大腸鏡嘅病人，即係其實佢嗰個係啲係質素方面嘅要求，會唔會係仲係高於個所謂啲數字上嘅數字上嘅追求？咁有一部分病人，救翻佢，咁佢會唔會係？就等咗一個好嘅結果咧，咁呢個好質素嗰度咧就唔係話公司人咧睇嚟幫我哋。咁所以自己會有一樣睇翻就話佢有冇，即係我會覺得就係人工智能開始見到，就算我相信可見嘅將來啦，譬如講緊三 G 時，即係就算無論發展得幾快都好咧，即係一方面頭先講過就係黃種優就我哋所可能開嘅學校，同埋我相信就話真係好難想像，就算一個好醒目嘅機械人，你都會想同嗰個機械人傾，同佢溝通嘅。呢個我覺得係好難去，即係溝通呢個功能，我覺得暫時今日嚟講咧，都係醫生入邊一個最重要嘅功能。即係有啲比較複雜嘅溝通啊，我相信係一個係醫生唔會俾機器取代嘅方案。你人工智能將來即係一到幾日都好，我相信即係譬如啲複雜嘅選擇，我想譬如我選擇一個。舒服啲，譬如後期嘅治療嘅人，已經唔應該再搞落去啦。即係佢機器可能佢會，即係你再睇翻準確啲數據，可以預計到佢嘅病態全部都幾多。但係全部都係咪啲想追求，其實可能都係唔係。即係譬如救得翻佢長時間住醫院長時間，或者要好靠人照顧，甚至半昏迷嘅狀態。咁呢個個治療嘅溝通嘅功能咧，始終我覺得係一個醫生嘅最重要功能，亦都係。人工智能係短期之內係取代唔到，嗰邊好多數據我哋，但係到最尾始終係溝通。同埋就係啦，頭先講過最初嚟嘅介紹就係嗰個重病專科係一個好冷門嘅專科啦，冇人知道我做乜嘢，其實包括我啲同學都唔知道我做咩嘅，即係如果唔係做醫生嘅話。咁誒，但係我覺得即係點解會有啲功能係仲係最緊要就係所謂即係臨時嘅反應，即係當你譬如你一年近手機時間都冇精車去做決定。即係佢咪可能昏迷嘅，佢話俾醫生個昏迷咗咧，就會走咗，佢唔會。即係佢個昏迷咗緊，咁你哋會好短時間之內，好快即係揾到佢咩事啊？呢個休克，呢個中風啊，呢個中風，呢個係其他抽神經咁樣。即係其實好短時間之內，連攞手機嘅時間都冇嘅時間，反正我相信佢係唔會話，即係手機可能一定要用，但係如果連攞手機嘅時間都冇，或者個手機。我相信好難想像我呢個病人入嚟昏迷，我影張相同你知啊，醫生呢個病抽緊筋，咁勁，咁勁，我真係唔使做。即係佢唔會係有啲時間係緊急反應，我相信唔會話係俾機器取代到。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嘅頭先就話佢醫生咧，即係話係我覺得醫生最重要嘅係未必有知識，係做醫生個心，即係佢係。始終是一個低薪，我覺得服務性行業或者服務，咁就但如果佢有一個想照顧其他病人一個照顧嘅心，我覺得呢個係機器好難想像佢係取代得到。咁譬如佢我仲翻嗰次有人講過呢個啦 ，medicine 係一個藝術嚟㗎，係一個藝術啊，基於科學嘅藝術，咁但係佢到最尾係話藝術，咁藝術可唔可以靠 ChatGPT 嚟達到咯？我相信幾肯定，但除非係再勁過 ChatGPT 好多。
咁但係到大家去 ChatGPT 都係話話可以作詩嘅，但係文化嗰啲詩其實真係喺文化上完全正確，但係關鍵係一般啫嘛。反正我相信 ChatGPT 可以畫多一份石磨落去沙出嚟嗰啲冇啦。咁所以到最尾係一個藝術嚟嘅，到最尾當我哋需要好多科學嘅知識做訓練，但係到最尾基上佢係一個藝術，佢唔係純粹科學。咁人工智能可唔可以製造一個藝術咧？如果製造一個藝術，我覺得就會正如頭先講，我影一張相就知啊，陳醫生呢個病係中咗科學嘅發展之佢掛緊乜咁咁唔同啊。咁但係佢到而家佢始終係一個溝通藝術啊，向基於科技嘅溝通，基於數據嘅溝通，係越嚟越準確。但係到最尾佢始終發展到係一個藝術，唔係一個技術。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像呢個像分享嘅故事就係話係啊，舊年嗰陣時起新冠即係災難性，個醫生真係做咩啊？災難性嘅時間，即係佢成個病房，即係啲病人到醫院啊嗰啲咁樣，咁就起新冠最嚴重嗰陣時就心理治療當然就係同其他病房爆曬棚，咁啊真係好困難嘅一段時間，因為啲病人幾重病咧，就都未聽到心理治療。咁就咁但係決定邊個病人入同入到深切治療部咧，係深切治療其中一個最重要、最核心嘅功能。因為大家知，如果入唔到呢個治療，真係會差咗一截，咁全部人都會差啲。咁之後一個半夜一咁講話翻夜班，有個幾後期嘅40多歲嘅，即係胰腺癌嘅爸爸。咁嗰陣時佢就懷疑早日之前佢知道自己好辛苦，但係好想見佢。不過，算個醫生點醫佢咧，咁佢高新冠嗰時咧，都佢唔係自己唔係新冠，咁但係因為嚴重嘅肺積水，咁就好透氣好辛苦，但係我一定見到佢。咁同醫生點講咧？咁佢早一日都走咗去見佢。咁當見咗佢就陪咗佢一陣。咁就咁跟住嗰晚咧就夜晚再翻返去急症室。咁一照 X 光咧就積水好大咧。咁但係問題就話佢同樣有呼吸困難嘅情況。咁技術上，咁呢個就係頭先嗰層啦 ，time series response 即係你冇辦法見到，咁你影張相咁就可唔可以幫你諗到佢呢個病應唔應該入 ICU 咧？咁但係就話一次 response 好快，有照超聲波，肺積水，咁肺積水咧就佢個肺積水咧位就係多，咁多到好多，咁大家如果做過醫療嘅知啦，肺積水其實今次咁係小學生吸咗啲吉之針就放曬佢，個病人就好快會舒服翻。咁就咧，但問題就係個病因為啲呼吸困難啦，咁所以咁急症室就問我哋阿超收唔收佢咁樣。嗱，咁帳面上嚟睇就佢係後期胰腺癌咧，即係應該係順其自然。咁但係如果用咁快隻嘴好易搞嘅啫，咁樣吉之針點點冇事到。咁但係嗰陣時佢係新冠嘅，就 ICU 差唔多800，隔離緊房即係差唔多剩翻兩張病牀。啊，兩張病牀都計啦 ，ICU 係唔會用最後一張病牀，因為你唔知會唔會病徵係咁啊。咁第二張病牀咧，差唔多係最後一張可以用嘅病牀。最後一張嚟，咁但係兩張僅餘可以用嘅病床收，一個已經後期cancer 嘅爸爸，因為你知佢嗰陣時就算幫佢放咗幾多條腿都得，可能幾日命咁樣。咁如果你係停30秒，如果大家係真係人工智能幫唔幫到呢個情況咧？咁我自己覺得就幫唔到啦，即係你到最尾嗰陣時，到最尾做醫生個即係困難，甚至我相信到而家都係個價值就係話你係會諗嘅嘢超乎數據，即係唔係數據。如果數據得嘅話，咁就先個機械嗰個，咁係超乎數據。咁咁結果嗰晚我係收咗個病人深切治療嘅房，收咗即係。即刻吉之針喂幾多次之後放咗水唔係透到氣咁樣，咁佢兩聲瞓。咁但係只有收水落喉底嘅，因為如果突然間譬如多兩個新冠病人嚟咧，嗰啲新冠病人入唔到 ICU， 其實我真係用個手一條命換一條命。咁就係咁諗住佢講話即刻入嚟同佢抽肺積水啊咁樣。咁佢咁但係呢個爸爸嗰時真係全科問得好清晰，佢就話醫生多謝你。我抽，我係我抽手啲水，有
三十幾年前，實習嗰陣時，而家我開始出去兩分鐘前，我已經放咗落去，唔通喎，真係唔通而家。咁同佢傾咗好耐，咁佢真係哇！好似解決真係好多咁樣。咁佢咁但係真係咁佢抽到我反而會清醒。咁所以結果咧，那個病人咧就慢慢復翻啦。咁就結果就叫埋佢個女又太細，老太太又叫佢太太，佢爸爸媽媽咁嚟幫佢手，但係咁佢真係唔想再唔想。咁結果病人咧就真係好低調，快啲睡過身。我自己都覺得快啲睡過身。但係個病人如果佢自己有咁嘅選擇，咁佢同醫生冇乜討論，咁你會非常之尊重佢。咁呢個係咪一個數據技術咯？其實，即係我覺得係。人頭先講，即係行醫係一個藝術。到最尾佢，我到而家都覺得即係個收尾係啱，雖然結果乜都冇做到。我到最尾其實打針啊、啡咗佢一路好走添。咁但係我覺得我就玩嘅。咁呢個係咪話即係就算有一個好複雜啲嘅 decision making model 係可以幫到我哋？我自己覺得即係佢哋嗰步咧係真係幾遠，甚至我哋想唔想行到嗰步咧，都係大家同大家前行者係需要諗嘅理由。咁所以話大。咁所以話大數嘅影響係有嘅，即係一定幫到我哋。咁但係就話佢再高層次啲，而家暫時即係我會覺得係未到啦。咁但係甚至真係到嗰度咧，咁佢係咪一個好嘅工具咧？咁就又等於啦，即係好多時咧，一個人工程式一個工具都咁你支槍咩啊？即係可以係殺人兇手，亦都可以係即係救到你屋企人嘅嘢。咁你點取決於個人點樣用？咁但係個吸引性唔大嘅話，我相信其實佢同而家大家有嘅資源，喺多方面討論啊。反而可能使到你可唔可以走得條比較容易行嘅道路咧？